喂 ，Musi， 最近点啊？好耐冇见，其实唔系好耐咯，因为琴日先见完。啱啱起身还完车，喺 Apple 翻到嚟呢个 City Centre， 就准备食呢个 lunch 啦。啊，两间，第一间系 Rift of Vienna， 今晚我哋会睇到，因为 Big Restoration 好紧张。第二间炸猪扒 ，Gifford Müller， 德文唔识讲。但佢真係好酷，真係好酷！佢呢度連等位都唔俾你等啦。但佢 recommend 第二間分店，我哋直行轉右就會見到，希望可以食到我哋想食嘅炸豬排。好似仲未講到我而家喺邊。我哋而家今日呢條片啊，冇錯冇錯，音樂之都 Vienna 維也納，維也納係我哋呢個東歐之旅主打。喂，嚟到維也納，究竟維也納係講咩文嘅咧 ？Austria， 冇錯，就係德文。我哋等緊嘢食嘅同時，我哋嚟一個笑談德文一分鐘。我哋請到達明哥，喂 ，Moss， 好耐冇見喎，好耐冇見。我哋直接入正題。如果你嚟到德國，唔係嚟到維也納德國，同人講 hello， 應該講啲咩咧 ？Hello。如果講 hello， 仲有啲咩其他辦法咧 ？Guten Tag。我哋講完嗰隻彈，如果嗰陣時見到個女仔，覺得佢好靚，你要同佢講啲咩咧 ？Du bist wunderschön. Du bist wunderschön. Du bist wunderschön. 咁如果淨係覺得佢好靚，你好 sexy， 咁又點樣講咧 ？Du bist sexy. Du bist sexy. 咁樣 ？Du bist sexy. 唔錯唔錯，呢個我哋笑談德文就嚟到呢度啦。但係嚟到德國 Austria 或者其他講德文嘅地方，最重要嘅一句。是要講啲咩 ？Danke，Danke， 冇錯，我哋笑談德文一分鐘 ，Danke 就係代表多謝，笑談德文一分鐘就嚟到而家，下次再見，下次再見 ，Danke，Danke， 而家嚟到呢個炸豬扒店 ，menu，sorry， 好用，一個好嘅 menu 咧就要 user friendly， 最重要佢主打嘅就係中間二體。客人一入到呢個好，咁埋即刻嗌得，客人走，另一批客人即刻食得，就係、是、咁樣賺錢，財源滾滾咯。咁我會食啲咩咧？係呢個1905年維也納有一個好出名嘅炸豬排出現，就係、是、呢、這個出名條中間嗰度。所以我哋等咗半個鐘之後咧，而家就準備開始食嘢啦。拜。冇錯冇錯冇錯，擺到成塊面咁啊！成塊面咁啊！要開睇喎，呢個炸豬排出色。而家我哋就試食啦，唔係我食，你哋冇得睇。拜。所以呢嚿豬排究竟有幾大咧？我可以還翻半個俾佢，攞翻十歐咯。咁你又覺得幾大咧？大過你塊面咯。你咧？你用德文講啦。大過2.5球啊！沉迷賭博，富可敵國。所以而家就食飽，食完出嚟。仲系咁多人排队，而家我都唔知道去边啦，打行咯，去呢个圣斯蒂芬 Cathedral。圣斯蒂芬 Cathedral， 都晒嘴啲，用错 language， 但系唔紧要。我哋嚟到呢个维也纳 ，Austria。其实我唔系第一次嚟 Austria， 系第二次。之前发嗰条片咧，叫仲未发啦，可能会发，都可能唔会发。我跳出，我跳入，跳出，跳入，你打我一棍。好啦，講到打咧，呢個教堂嘅 history 咧，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佢個屋頂啊，教堂頂嘅時候俾人係咁打爆啦。之後，咁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咁就令到呢個咁偉大嘅教堂要受損。咁大家全國嘅人民咧就重新竭力，跟住之後就起翻好佢。呢個教堂就代表維也納、奧地利，成個奧地利、成個 Austria 嘅象徵，精神象徵。佢係表示咗一個靈魂。所以我哋而家就一齊入去啦。呢、这個教堂除了宏偉同埋宏偉之外，啱啱就提到呢個團結嘅精神。佢係因為戰火嘅關係令到破裂，但係人民點樣團結呢 ？Austria 每一個州份，佢哋分別負責教堂嘅每一個部分。
共同一起修復，大家一起修復一個建築物，那種精神不得了。准备，准备 Dennis。哦，赢波，赢波，我赢波，你喺度影翻张相。2-1，2-1，波打条线啊！绿色嘅，唔得喎！你哋见到绿色嘅，唔得喎！讲到呢个多瑙河啊，我哋琴日喺 Budapest 见到嗰条多瑙河，蓝色的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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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其实多瑙河真系好长，两个国家，两个首都，呢个同一条都系多瑙河。讲到呢个多瑙河。Vienna 比 Budapest 差得太远啦，因为佢 Budapest 我哋琴日都见到，佢系车喺河侧边，咁你点样喺河侧边散步呢？但系 Vienna 完全唔一样，就好似而家咁，侧边行行企企，食饭几美。所以踢完波，赢完世界杯，出身汗，庆祝完之后，我哋继续行之后啦，就见到左边有一个 art 呢啲图画，唔识唔识，但系有一样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是。Not about th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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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is not equal to life. 左边有图啊，右边有多瑙河，舒服舒服，景色宜人啊！我哋行完呢条河啦，咁而家就系去呢个维也纳嘅中央，可以见到摩天轮。但系而家就嚟到呢个摩天轮啦，睇嚟摩天轮都冇乜喐，都应该冇乜特别。但系隔篱个小镇咧，好似可以值得睇下。唔該唔該，以為自己嚟咗 Disney， 睇嚟隔離都有好多唔同嘅機動遊戲，仲個間隔真係好似 Disney 啊！講翻先啦，而家我哋就嚟到呢個碰碰車場啦，所以佢哋一出到嚟，佢哋就講Limo， 我係香港中學嘅中文班啦，中文。之後佢哋話碰碰車，碰碰車，碰碰車，所以而家碰碰車咧就係阿靜一出嚟先介紹啦，我就決定拜拜。Woohoo!
唔係同啲朋友轉一轉都幾好玩嘅，但係撲佢一碌一撲一碌一撲一撲一碌咯，撲到一撲一碌咯。Austria Vienna 就嚟到呢度，我哋踢直播，我哋玩咗幾種遊戲，玩碰碰車。呢度就係碰碰車一開始嘅入口，亦都係出口。所以今日就到此為止。多謝大家嘅觀看，笑談得語一分鐘就正式完結。我哋睇下聽日再見啦。下一條片，拜拜。